Hello，大家好。我是这一周的老师，我叫 Jenny。有人没看到吗？我叫 Jenny。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先稍微做个自我介绍。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大家平常今天来的路上，大家都还好吗？我是，还有人不知道是吗？我是这一周的聊聊老师，我叫 Jenny，这里 Jenny。那今天第一次见面，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指教。对不起，因为我太紧张了，所以才讲来的路上。对，Jenny，那大家平常都玩什么游戏？我自己的话，我玩游戏都玩，我没有玩过电脑的游戏，我都是玩就是类似，比如说 Wii 啊，然后或者是 Xbox，英雄联盟哦，那个我没有玩过，那个好玩吗？哦，那个是跟朋友借的啦，Wii 的游戏。PS4 是新的游戏耶，那个很好玩吗？好玩哦。那不然你们教我一下好了，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就是电脑游戏要怎么玩。那我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单子是，类似。运动方面的，像我今天穿的就比较运动风，大家能猜猜看吗？我今天绑的是马尾。运动类的游戏大家知道吗？对，就是 NBA，就是 NBA。我今天要讲一下 NBA 的单字。我今天要讲的单子是篮球，大家有玩过 2K14 吗？就是在 Xbox 跟手机上都能下载到的游戏。那虽然我平常呢就是看不太懂篮球，但是想大家都是就是男孩子，然后会看球赛，所以看球赛的话就会用到一些单字。在看 NBA，他们都会一直讲英文，所以呢大家可以学一些实用的单字。那可以上课吗？对，background。那开始上课喽。今天的第一个单词是这个 basket，basket 是篮筐，篮筐很简单嘛，对不对？篮筐就是篮球板上那个框，对不对？投篮要进去的篮筐，basket。然后第二个单词是这个。既然的话呢，我们要讲篮球，就一定要有球，basketball，basketball。对，这是比较基本的单字。再来一个比较基本的单字是这个，court，court，球场，球场。那大家知道篮球的位置吗？篮球的位置，主场哦，有人知道主场怎么讲吗？啊，对，中锋，还有中锋还有什么？有五个位置，大前锋，对，还有小前锋，然后后卫、控球后卫，总共是五个位置嘛，对不对？那大家知道它的英文怎么说吗？不知道，那我来介绍一下好了。如果是中锋的话呢，我们是用 center 这个字，center 这个字就是中锋。然后大前锋我们怎么说？这个 power forward。啊，我不是 Iris，还有人不知道吗？我是这一周的新老师，我叫做 Jenny。
对，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你好。那刚刚讲到大前锋是 power ground，那现在是这个小前锋 small forward。再来一个得分后卫 shooting guard。大黄蜂哦，你有在看那叫什么？变形金刚吗？它都是讲 B，它都直接讲 B，就是蜜蜂的那个蜂，BEE。再来，我们再讲一个这个控球后卫，point guard。刚刚讲的位置大家还记得吗？得分后卫吗？刚刚有人问得分后卫吗？那不然我再讲一次得分后卫好不好？等一下哦，老师拿一下单子。得分后卫是这个，shooting guard。没有换老师啊，我只是这一周的新老师，所以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一点面子？大前锋吗？有人问大前锋，power forward，小前锋是 small forward，啊，这是中锋，这里。Small forward，哇，好像有点比较干掉。那有没有人要就是稍微就是讲一下自己刚刚都在干嘛？刚刚也在玩那个英雄联盟吗？你猜猜看我几岁啊？教这些哦，是希望大家看 NBA 的时候，有看 NBA 或者是玩 2K14 的时候，都会听到的英文，然后这样子。哇，大家都好年轻哦！我们讲一下那个规则与战术用语，好不好？我没有玩英雄联盟因为那个我不太擅长用。电脑玩游戏，先自我介绍嘛，应该是还有人不知道我叫什么是吗？我叫 Jenny，哇，32岁哦，我看起来这么老吗？32岁，25、19，很接近，很接近。22岁，我22岁。要介绍自己哦，我的话平常喜欢弹钢琴，然后喜欢看电视、逛街、看电影，这样。我不是很高哎。一起逛哦，那你要来接我吗？165，你好高哦。贝多芬的名字。还在念书啊？那你们也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看到了几个名字，守月，JKZ。阿峰、雪萍、鬼玉、伟伟，还有什么？SA58、Para，哇，好快！风小龟、陈战神、陈陈，
大家好，还有什么？小笨蛋、大飞、旺旺、阿生、大金鱼、琪琪，哦，好多哦！布偶哥、大吼妈，我生气的时候可能会就在家里打枕头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接下去下面的英文好不好？先上一下篮球规则，大家知道篮球规则有哪一些吗？篮球规则，打手对，三角战术、肘部假摔，都对，24秒进攻。那我就从最基本的先教，可以吗？这个回场。Backcourt violation，violation 的意思呢，其实是违例的意思，但是它是放在一起的，因为 back 嘛是后面，然后 court 是球场，所以呢回场，这样可以吗？Backcourt violation，有跳步，有，后面会教到。再来第二个单字，也是很简单，这个 backcourt。Dead court，后场，后场，禁区的话后面会教到，可是可以先告诉你是 paint。再来，投球有分两分跟三分，大家知道吗？两分跟三分球，两分球其实念法很简单，就是这个 two point shoot。然后，对，two point shoot，three pointer，three point shoot，三分球。我会打篮球，是高中国中的时候都有打。对，虽然打得不是很好，因为我对规则不是很清楚，可是还是就是有打球，因为我还蛮喜欢运动的。有大家平常有在做什么运动吗？会跑步吗？还是打网球？还是看球赛？仰卧起坐好棒哦！游泳，打人为什么要打人？心情不好嘛？独木舟、排球、篮球，那大家最常比较少看篮球是不是？手指运、重训，哦，看 NBA，有人看 NBA 是吗？看棒球啦啦队，啊，讲到啦啦队，我就想到那个女生，你们知道吗？新闻上那个于晓雯，知道那个女生吗？翻白眼那个，对，就是，这样很容易伤到别人的心，对不对？我是认为，如果说他是公众人物的话，应该就是不可以做那种事情，会伤到别人。要翻白眼吗？学下白眼是不是？好啊，可是我怕吓到你们呢。我可以翻白眼吗？那翻白眼不能下线哦，可以吗？好，真的要翻了。这样算吗？这样算翻白眼吗？不自然哦。可是我不太会翻白眼呢，写轮眼我也不会，不算，好吧，再一次，头发拨开一点，这样可以吗？超丑的。有了吧？哇，写轮眼！同学，你有在看那个《火影忍者》吗？我玩那个 Xbox 的时候有玩《火影忍者》，唱歌有哦，有截图哦！哇塞，有我有玩 Xbox，就跟我弟弟一起玩。
哇，我今天是教英文，可能没有办法教你物理跟化学耶。对，我是动漫迷，就漫画啊都看。我弟弟嘛，国中二年级，英文系，我是英文系。哇，国一哦，大家年纪都好年轻哦，《刀剑神域》没有看过，有听过，《海贼王》很久没有看了耶。火影忍者的英文吗？应该是 Naruto 吧，其实就是日文翻过来嘛，对不对？哇，进击的巨人，也有看一点点，可是没有看特别多，因为我大作战我也知道。猎人有，我以前最喜欢猎人，最喜欢角色应该是那个吧，奇亚，最喜欢奇亚，我姐姐。我姐姐哪有这么正？不是我妹妹哪有那么可爱吗？好啦，我们先教下一个单字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好。大家刚刚这个记住了吧？3秒，三分球，three pointer，或是 three point shoot。那讲完这个，我们就要讲。犯规的东西，犯规的东西是什么？这个，8秒违例，大家知道什么是8秒违例吗？Eight second violation，我刚刚说了，violation 就是违例的意思，eight second 就是8秒嘛，大家都知道。对，没过半场，我也只知道一点点啊，就是没有半场，就是没有到对方的。那边是不是就算8秒违例？要过半场。这，谢谢你 VIP 帮我解释8秒违例。还有人没记住吗？Eight second violation。谢谢大家送我花，谢谢。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知道吗？在油漆区进攻的那个也有一个违例是什么？没错哦，谢谢你 BSB 这个 three second violation。大家平常会去打球吗？除了游泳，刚刚大家说游泳啊什么之类的，会哦。我上了高中之后就比较少打球，因为读女校，打 LO 比较多，会三打三。三打三是人家说的斗牛吗？胯下运球，排球。哦。所以篮下三秒不只是进攻或者是防守都算吗？谢谢你，谢谢。那还有一个是比较常用的，比如说这个 24 second violation，这个24秒违例，大家知道是用在什么时候？持球太久，对。其实就是有人说对了，就是把前面的数字改掉，因为 violation 本来就是违例的意思，所以你只要把8秒、3秒带进去都算，都是一样的，所以是很好记住的。大家在玩 2K14 或是在听 NBA 的时候都可以听到的简单的英文单字，想要教给大家，教给大家。有30秒违例吗？没有吧？我记得是38还有24，对。一次进攻只能24秒，不玩 2K 哟。我有看，可是没有看懂，这样算吗？斗牛，我没有听哪一队，我知道我弟弟喜欢哪一队，这样可以吗？火箭吗？
热火，热火，有人喜欢热火吗？喜欢热火，马刺、雷霆，为什么喜欢啊？有特别喜欢里面的谁吗？热火呱呱，洋基，灌篮的英文后面我会教到，对，洋基是棒球吧？我被骗了，NBA，对，Dunk 是灌篮，没错，DUNK，可是我后面会教到，那有一个我不太懂的，大家可以教我吗？虽然我知道英文，可是不太懂这个 three two zones defense，这个中文的意思是外围区域防守，外围区域防守。哦，杀手知道哦。啊，我的名字吗？有人问名字吗？叫 Jennifer，Jenny。二三联防，对，二三联防。没错，外面三个人，篮下两个人。哦，全场紧迫盯人，是说在同一个攻击的地方，然后这样子吗？哦，谢谢你，哥用多兰能反败是吗？是这样子吗？要保护禁区，禁区是 paint，不是。哇塞，篮球规则好复杂哦。Direct，我没有不理你呀、啊。现在在教什么？在教篮球的一些常用的单字。有人听不懂吗？琪琪，你哪里听不懂？我再讲一次。哇啊，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天来，对话太快，所以看不太清楚。徐伟，是吗？有欧洲部的英文叫做 Eurostep，Eurostep，Chu Ray 吗？Chu Ray，不然再复习一次好不好？刚刚前面这两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24秒，24 second violation，跟这个 three second violation，刚刚还有一个 8 second violation，这样前面的东西，下次要教什么？哇，这次先教完，看大家像下次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好不好？学一个单字，教你。You are my precious，这样算吗？Direct。学海贼王。哇，我不会打 LO 欸，怎么办？LO 打 LO 那个规则我都不会。神魔之塔。那个有稍微玩过，可是也不精通。大家都好好，要教我玩。那打 LO 的规则是什么？那是什么？没有规则，不可以走步。是篮球吗？不能走步。跑跑将别人，那个我有玩过，就简单的英文单字会玩。不要雷，什么是雷呀、啊？焦成钻，钻石是一个等级吗？雷就是烂。哦，了解了解。有人问怎么用 said 或是 say 吗？said 是过去式，say 是现在式，这样你知道了吗？N 一二一四五七八，
said 是过去式，前面的那个说是过去式，后面的说呢是现在式，这样你了解吗？我们再讲下面那个好不好？懂了？好，我们讲下面那个，有一个东西叫做盖火锅，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盖火锅，没错，block 就是 block。block 其实它也有，就是比如说你走马路的时候，不是有一格一格的路吗？所以一格一格的路，那个也叫 block，转弯一区一区，one block，two block，对，当街区。莫你好棒哦，对。然后这个 block 是盖火锅，用在篮球的话就是盖火锅。下一个。好，再来是这个我也不太懂的东西，assist，assist，助攻，助攻，助攻是什么呢？协助别人吗？协助旁边的人？再念一次吗？好啊，阿峰，assist，assist，帮助进攻。对，assist。还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个，刚刚有人没有上到的这个，background violation。其实不放 violation 也可以，可以直接 background，是回场的意思。很难吗？那下次讲简单一点的可以吗？可以复习吗？好啊，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的。大家等我一下哦。前面的，我可以连我的名字一起复习吗？好像有后面的新同学。我从我的名字一起复习可以吗？好，这个我叫 Jenny，Jenny，对，大家好，飞吻，怎么飞吻？这样吗？这样算吗？这样算飞吻吗？对。那 Iris 老师其实没有不见，只是本周就是由我来，就是算代课吧，代课可以吗？对，哇，林书豪哦，可是我没有他那么会打球。刚刚有同学说想要就是复习前面的东西，那我们从前面的东西先复习好不好？取代我的休闲活动，弹钢琴，然后跑步、看电影什么之类的。文法的话后面再教，其实我今天只是想教一些简单的单字而已。木偶哥，你希望我会来吗？我们先复习前面的东西，好不好？这个第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是 basketball，篮球，篮球，因为讲篮球一定要讲到球嘛，对不对？再来，因为顺序有点不一样，所以还是请大家看一下这个 three pointer 或是 three point shoot 三分球。再来下面。8 second violation，8秒违例。three pointer 比较简单，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two point shoot 二分球没有，就是没有，就是 two pointer，它没有那样的用法的样子。再来这个 3 second violation。还有下一个。
24 second violation， 24秒违例。再来盖火锅 ，block， 盖火锅。这个外围区域防守 ，two-three zones defense。two-three zones defense。信件的英文呢 ？later， 五倍祝福吗 ？later。再来下一个 ，assist， 助攻 ，assist， 助攻。再，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啊，规则战术用语，虽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就是什么犯规啊，什么都在里面。再来第一个 ，dead count violation， 刚刚有说过 violation 可以不用放，没关系，回场。再来，哇，反了，不好意思哦。Two-point shoot， 那个 backcourt 后场。小前锋 ，small forward。再来，中锋 ，center。控球后卫 ，point guard。再来这个 ，shooting guard， 得分后卫 ，shooting guard， 得分后卫。再来 ，power forward。大前锋，刚刚小前锋是 small 嘛，可是大前锋就是要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是用 power forward。再来，球场，最后一个 basket 篮筐。哦，太快了吗？那等一下我会再复习一次。可是因为前面有人要求过，然后我想先帮大家上一个后面进度，笑一个吗？这样算笑吗？笑一个，这样 ，smile。裁判的英文吗？我觉得裁判英文应该也是 coach， 可是我今天没有摆在前面 ，c o a t c h coach。对啊，我右边的眉毛比较高，哇，眉毛比较高很麻烦呢。嗯，对，跟包包那个牌子是一样的，教练跟 coach 很像，可是 coach 它是 C O A C H， 可是我们的 coach 是 C O A T C H。对，打球。盖火锅的英文刚刚有说了，是 block。那我们教下一个，这个阻挡 ，foul 这个字其实主要就是犯规，但是如果你要说规则的话，也可以把它说阻挡。吸收不了，太快了吗？太快了，再慢一点好吗？我再慢一点可以吗 ？Four 啊，好，会慢一点，对不起，太快了。Four teacher four 不是太快，速攻吗？速攻，刚刚是助攻，可是速攻我没有放进去。是 assist， 啊，有人会说日文，小圆，わかった，太快了，是不是？我再慢一点可以吗 ？assistant，
秘书其实也可以讲 secretary，也是可以的。有 KK 音标吗？有人希望我放 KK 音标，那下次我要放 KK 音标吗？我会说日文，因为有学一点。false 是犯规，可是如果说你要用在阻挡的话，其实也可以用 for 这个单字用在阻挡。因为其实我今天教的这个 NBA 的单字呢，是就是适用于亚洲，所以其实如果说用在美国的话，我不确定是不是用这个说法。教日文呢？对，我是英文系。日文吗？还是我做一下日文的自我介绍？日文自我介绍可以吗？好，那来咯，有点害羞。那先跟大家晚安一下，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私はソンと申します。今日はみんなの英語の 会讲太快吗？みんなの英語教師の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就是稍微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指教。然后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然后所以就是可以多多支持一下。灌篮的英文是 dunk，dunk，dunk。是有点害羞啦，对。因为第一次教，然后真的是吓到大家了。因为就是今天是我，然后大家比较习惯 Iris 老师嘛，对不对？所以不好意思，就今天是我代课。哎 月历的英文吗？你说的是日文还是英文？Irene 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是今天是我啦，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今天就来看我，所以我还蛮高兴的。对，百科全书哦，哇，想学这个单字是不是？我下次教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们再教下一个单字，可以吗？哇，有人说我像豆花妹，好感动哦。我觉得她很可爱，她很可爱。要再一次日文介绍吗？有点紧张哎。可是刚刚介绍过了，我后面再介绍一次好不好？先讲一个后面的规则，就是我刚刚说的交战守则。这个 and one 小上加一，小上加一这个用法是我朋友跟我说的。and one 的意思就是罚球再加一加多加一球这样子，多加一分。and one 净算加罚，对，谢谢你哦，Jacobs。犯规了，然后再加罚，是这个意思吗？空。add one，add one 应该是加一没错，可是上面是写 end one，我找到的是写 end one，因为我不太懂篮球规则，所以是 add one 吗？是吗？只要进球。进球时犯规是不是？这样我就懂了。进球时犯规，然后就要加罚一次。我脸很红，
对啊，因为我有点紧张，所以才会脸比较红。稍微这样，扇一下。好，要笑一个，这样可以吗？笑一个。那下一个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这个大家好像念法是比较台湾式的念法，是念 aliu。然后，其实我们外国人会念 aliups，aliups，就是不会特别的，就是 u 那样下去，这是空中接力，aliu，空中接力。什么是 aliu？空中接球，空中接力，对。怎么叫 NBA？还有人不知道吗？因为我想说，不知道大家玩游戏有没有玩那个2K14，所以才教这个的。有人替我解释的是 U 吗？把球抛在半空中给队友灌篮。Alley-oops，Alley-oops，2K。篮出去了，我后面会讲到。哇，叫我示范一下 Alley-oop 哦，这个太难了，我不会。我看我弟弟玩过 2K，是我本人没有玩过，可是我听到里面有一些英文的单字可以教给大家。我想说男生应该就是会想学一点这个。0秒出手不是日剧吗？我们可以教下一个嘛？今天进度有点慢呢，本来准备很多单字的。好，我教下一个哦，这个。Air ball, air ball, 面包球、篮外空心球。我理解的意思是，就是没有投进去，对不对？没有投进去，air ball。再来下一个，控球，ball handle, ball handle, ball 就是球，然后 handle 呢就是。我控制住了，所以呢，简称是控球，所以其实很简单，ball handle，ball handle，对，0秒出手，那我等一下会教到，buzzer beater 其实是绝杀的意思。再下一个卡位，box out，box out，卡位，卡位。卡位，80公里，绝杀的英文吗？Buzzer beater，buzzer beater。等一下，我会拿那个单字卡出来，那个冬梅瓶小朋友。再来下一个，擦板球，bank shoot，bank shoot。卡位是 screen 吗？可是我找到的是这个 box out。还是下次我再查查看。那再复习一下这个字，擦板球，bank shoot，bank shoot。再下一个字好吗？接球跟射篮，catch and shoot，catch and shoot。这个。接球，然后马上射篮。刚刚大家有说到的这个 buzzer beater，buzzer beater 绝杀，就跟0秒出手那个，英文是一样的。空心球吗？air ball，刚刚有讲到的，有记住吗？air ball。还有一个是这个 defensive foul，defensive foul。其实大家刚刚有问说 foul，我刚刚讲的是说它也有犯规的意思，然后呢也有别的意思，所以基本上被阻挡、
foul 有阻挡的意思。那但是所有如果是犯规的话，它后面基本上都会放一个 foul， 就是前面防守，后面 foul， defensive foul， defensive foul。哇，我喜欢哪个球员呢？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个球员。啊，要看嘴型是不是？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刚刚那个要再一次吗？这个可以吗？这样可以看到吗 ？Defensive foul。OK。OK， 好。再下一个，大家讲这个叫拉杆 ，double clutch，double clutch，double clutch， 拉杆，拉杆这个动作是什么？是球场上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double clutch， 哇！装猛的动作，空中投篮的假动作。啊，谢谢你的圆，耍帅哦。假动作，等一下也会教一个单字，叫做假动作是 fake。哎，下一个，这个 double double 双十，双十 double double。太快了吗？有人觉得太快吗？是哪一个单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次，前面的有听到吗？我等一下再一起复习，然后讲慢一点，可以吗？double double 双十，不是念太快啊。三秒、八秒、二十四秒，念太快吗？那我等一下再讲一次，可以吗？一男兄，再来这个包夹，包夹 ，double team，double team， 包夹，包夹。好，我会把单字教完，然后再来复习。下一个，这个大家刚刚一直在问的，没有看到这个单字，再给你们看一下 ：dunk， 灌篮 ，dunk， 灌篮。dunk， 灌篮。再来一个，也是基本的 ，dribbling。Dribbling， 运球 ，Dribbling。好，有人觉得 KK 音标更好吗？那我下次放 KK 音标上去。Dribbling。那再下一个单字哦，切入 ，Drive in，Drive in， 切入。看不懂 KK 音标、哦、那有人是想学 KK 音标的吗？下次也可以就是教大家 KK 音标好吗？对，因为之所以刮胡就是说他不一定要教，所以我才会在后面做一个刮胡 Drive in。 对啊，单字是我自己找的。再来这个背后运球 ，behind the back，behind the back， 背后运球。刚刚还有同学问这个欧洲步，对不对？欧洲其实很简单，因为欧洲叫做 Europe， 对吧？那步伐我们都讲 step， 所以欧洲步很简单 ，Euro step，Euro step， 可以吗？有人觉得很简单吗？不常用吗？
还好，刚刚好。欧洲步，我记得是一个球员的一个动作，对不对？我没有支持哪个球队，对，不好意思，对，基本上看不懂球。哈登，所以欧洲步是哈登的动作吗？台特步。那下次，哦，有人想上空中英语吗？杂志类的东西，可以呀，只要大家喜欢的话。再下一个动词，下一个单词，这个假动作，fake，fake，假动作，这个后仰跳投，fade away，fade away。Fade away，后仰跳投。Faker 跟 fake 是一样的，就是 假动作。我们剩下9分钟哎，再把后面上一下，会上太多吗？我单字会教大家教太多吗？那有人想要先复习前面，还是没关系，我可以上后面新的。诶，刚好，新的，好，新的，快攻，刚刚有人问到的，快攻，fast break，fast break，快，然后攻，快攻，fast break，盖火锅，我刚刚有讲过是 block，block，这样有记住吗？Block，没错，Black 有破坏的意思，所以说呢，快速攻击，Fast Break。哇，我洗澡不会唱歌诶，想赶快洗洗休息。再来这个，二打一，Two on one，二打一，二打一。大家知道挑篮怎么讲吗？挑篮。Finger roll，挑篮，用手指挑篮。Finger roll，one by one，一个接着一个的意思没有错。再来下一个，我们再上几个好不好？今天会上很多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吸收吗？好像蛮多同学想要上杂志上的文章，可以呀、啊。度差，再教几个好不好？这个 floping，floping 假摔，假摔，floping。再来，还有这个四分打，four point play，four point play，大家只要记得分是 point，在前面加几个加数字就可以变成四分打，four point play。罚球，刚刚也有问的，罚球，这个 free throw line。其实你加线的话，就会变成罚球线，因为篮球那个场地下面有那个线嘛。然后如果你不加 line 的话，就是变成 free throw。throw 是一个投球的动作，然后 free 是免费的，罚球，罚球，free throw line。这个，一个就是打球打得很累啊，需要一个中场休息的时间，是这个。Half time，中场休息，中场休息。那什么争球呢？
抢球那个动作呢，怎么讲呢？这个 jump ball， jump ball。嗯，对，不是 mid time， 休息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讲就是 half， 半场一半，然后休息，再来 jump ball 争球。哦，还有一个跳球，也是同一个很简单的单字 ，jump shoot， 因为 shoot 是投篮的动作，所以呢 jump 我跳起来，然后投篮 jump shoot， 这样可以吗？对，休息是 take a break， 没错。可是如果用球场用语的话，我们会用 half time， 半场休息。这件衣服好看吗？谢谢，谢谢。因为我喜欢穿比较轻松的衣服。嗯，唱歌哦，啊，唱歌我不行啦，我今天不行啦。剩下四分钟，下次好不好？下次唱可以吗？下次唱。法拉利的英文是 Ferrari，F 开头的字。啊，不会骗你啊，阿阳，我下次会唱，下次会唱。好，跟你们约定好，下次会唱。再上两个好不好？两个，再上两个。这个中距离 ，mid range， 有一个篮网空心球。刚刚那个是面包球，叫 air ball， 然后现在这个是空心球，我们叫 net。对啊，我要回去先偷偷的练习唱歌，这样才不会吓到大家。Shoot 跟 throw 的差别吗 ？Shoot 是投 ，throw 是丢。Shoot 有射篮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再上一个好不好？这个出界 ，out of bound。Out of bound 出界，我怎么记英文的？平常就要先学会念，念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用手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就是随时随地的，就是有空的时候拿起来看一下，这样就可以把单字记得熟一点。因为字单字是基本，把单字学完之后呢，才能学文法嘛，对不对？多益友。大概700多吧，这样可以吗？空中英文其实它也有分程度啊，大家可以先就是从基础的先上。我还没有考托福哎，怎么办？剩两分钟嘞，要不要再来复习一下？调时间不能调时间呐，唱歌。再讲一下日文吗？今天的单字其实差不多了，因为有点多。大家下次想要学什么？聊天。哇，剩一分钟，都可以是不是？那下次上生活用语，可是刚刚比较多人说想上杂志的东西。所以下次如果我有来的话，我们就上一点点杂志的东西，加一些生活用语，好不好？日文吗？哎呦，快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怎么办？反正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然后有来上课的同学，我觉得很开心。那差不多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如果有见到的话。拜拜。对啊，今天有点紧张。
要拜拜咯，拜。